目前台南有146台富康巴士，多数拢是民间捐赠。伫即摆注意的过程，马中动员协助弱势，发挥真大功能。所以阳光爱心会看见这方面的需要，特别一组捐赠一台价值超过100万的富康巴士。市长伫校桥顶陪同代表市民接收。市长讲，外口虽然落大雨，不过心中却看见日头。好嘞。台南市有31万65岁以上的，315000人，65岁以上的年长者，但是我们很需要社会上更多的关怀协助，像阳光爱心会这样的团体，我们深深表达敬意跟谢意，谢谢各位李先士，不管是铺桥造路、铺桥走路，或者是帮助弱势，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咱一定会让好好利用、善用这一部这个富康巴士像这次施打疫苗，富康巴士就发挥了功能我们不仅还有低底盘公车也发挥功能谢谢市长来给我们鼓励。今天我们阳光爱心会对社会其实都很热情跟希望，说有更多人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阳光爱心会，对那个弱势族群的话，我们会一直持续跟关注，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怀跟协助，希望台南市很多的人可以来参加我们阳光爱心会，能够对这些伸出援手，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好。小桥指出，台南富康巴士每一趟平均提供28万座以上服务，主要让新乘客出关无障碍。疫情期间更是加强清洁消毒，在第一线守护每一位使用者的健康。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